邯郸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馆，设计理念基于邯郸经开区综合客厅的目标定位，我们深挖发展属性和展馆主题需求，赋予展馆成就回顾、规划展望、产业大秀、企业宣传等多重功能，紧扣实用、科技、文化于一体的展馆定位，结合科技流加未来范的策展初衷，紧贴国际一线设计理念，以高科技声光电技术的完美融合，打造远远领先同行业展馆设计的典范之作，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原地区开发区综合客厅新地标。平面布局和参观动线，针对不同受众，我们贴心设计三种参观动线：10至15分钟 VIP 流线 A 区，30至45分钟完整参观流线 A 区加 B 区，及重点企业单独参观流线 B 区。布展效果：门厅步入前厅，超高挑空内庭分体式结构跃然眼前，超前的巨幅透明 LED 既承担了入口形象视频宣传，在风水布局上又不遮挡通透中庭空间的引财气流，精美金属浮雕搭配高落差绿植赏心悦目，两侧低点阵瀑布屏播放动态科技影像，瞬间营造出大气的科技既视感，动感光影隔山顶和错层露台掩映下，巧妙利用自然光引入设置个性化休息洽谈区域，醒目导视便捷引导人们自由参观。燕赵故里通衢要津，进入展馆高清大屏观看经开区简要宣传片，在经开区立体金名片墙前感受荣誉的力量。开发区建设近20年来，接受了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顶层关注下开发区的重要决策，精致光电地图直观凸显经开区四省通衢的区位优势。沿着时间轴，我们回顾经开区走过的不平凡的20年开发建设路，重要时间点老照片和影像资料浓缩了经开区人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宏图总览，铺就新篇，大开大合的总体规划数字沙盘沉浸包容，国际一线技术 K5 超长四屏幕搭配裸眼 3D 规划大片，带来震撼视效，可随意更换比例尺，点播及享受全新数字技术带来的影院式享受，高屋建瓴的全面了解经开区战略规划和发展目标，主观台背墙提纲挈领，展现经开区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级战略机遇及规划图纸，走下台阶，通过详尽图文和数字查询屏，我们可以在新旧风貌对比、数字变迁成就等内容中回顾经开区建设发展的辉煌之路。开发区建设还需要落实到综合交通规划、市政基础设施规划等各类细化的专项规划中，高清触感屏可查看相关规划资料。国之重器，产业新区，产业大秀集中经开区核心龙头产业基地，总数两高两新下黑白轻重等大产业和旗下的优秀企业，从宏观上进行产业战略布局等多层次解析。未来质感的白色家电墙，缓慢播放的短视频让人眼前一亮，搭配产业线图文介绍，了解中国北方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及配套产业链。作为制造业的国之重器，我们以多种展示手段介绍能源装备、农机及食品加工装备、冶金矿山装备、特种装备、先进轨道交通等重大装备产业链。微缩模型搭配高清投影，以可视化数据
解析 LNG 系列储运装备如何打破世界纪录和国际垄断，剧情式幻影成像动态演示各类特种装备生产运行的过程。神舟、嫦娥、天宫等比例模型配以详细说明牌，讲述水电解制氢如何克服困难助力国家重大航天任务。壁挂沙盘介绍即将打造的全国最大的氢能装备生产基地在产业链上的战略目标，四加三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等，阐述经开区龙头打造100亿元产业的产业路线。汉光产业园墨粉生产规模跃居全球第一等各类新材料创举。新颖的 AR 交互系统，参观者可自由选择不同类型的新材料放到交互屏上，系统会识别并自动展示详细参数，助我们了解办公自动化耗材、结构陶瓷、特种纤维等材料特性。砥砺奋进，逐梦未来。作为经济开发区，紧随国际潮流迈入 5G 时代，我们巧妙利用空间设置 5G 漫游展项，参观者踏上科技平衡车，虚拟漫游未来 5G 智慧园区。左侧主展区参观完毕，无人机可抓拍参观者的美好瞬间，观众留下对经开区未来的美好寄语后，